田心老师，昨天你说盘差不多，今天就立马喷出去了。盘一直稳，你的股票喷到找不到人呢。想知道是谁吗？当然咯，看节目咯。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我是平化。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全投顾界最美的分析师刘进达、刘百言、刘阳明光。甜心老师你好，平化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。今天来到了7月13号礼拜三的小周末，盘大涨，您意外吗？您意外吗？您一点都不意外，因为昨天盘老师已经帮大家解完咯。今天大涨，手上股票喷出去啦。来，手上我们有我们的发财总动员的好朋友们，今天大家一起不止发财，更是发炉咯。手边呢看到了，哎，建达、叮咚，还有呢，你有来索取我们的点石成金的好朋友百言、叮咚、姚明光、叮咚，有实力才敢大声五七价格大虾，有实力不怕你来做转战，恭喜全国会员以及粉丝好朋友，原来索取周报的好朋友们越赚越多啦！哇，开心啊、欸、开心老师，今天呢叫醒大家的闹钟就是叮咚、叮咚、叮咚！哇，今天很嗨啊，嗨翻天了！老师还没十点我就下班，九点半我就打卡下班了。没有，人家要上班，我们已经下班了呢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好开心！老师，我早上就已经在看哈，我到底要去哪里开心花？用你花，尽量花啦！哇，今天早上阳明光有没有？叫醒你的是什么？那个光的声音，就那个光啊！叫醒你的是什么？有没有看到那个达？有进达！哇，好恐怖哦！再来呢，盘、嗯、中呢，来百言，百言叮咚亮灯涨停板、哦，拉出第九只涨停板喽，嗨翻了啦，赚翻了啦！好，看到大盘哈、嗯，我这里要讲一下哈，大盘我昨天应该已经解过了啦，有昨天就解给大家了，我说了一个重点，嗯，底部不远了，有。我觉得讲重点最清楚啦，直接把重点点给大家。对啊，因为我知道当大家很害怕会恐慌、嗯、对不对、嗯、可是呢妍希呢我常讲吼， 我什么时候我都是实在做实在讲，我就是实在做实在讲，因为我认为这样才可以帮助到大家、嗯、对没错。好，那你今天看到昨天晚上应该是傍晚，嗯，国安基金又开了一个召开临时会，对对对，就说哦他们要护盘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投资人的信心又回来了嘛，回来啦！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，你撇开这些不看，嗯，我强调的重点你要知道，嗯，我告诉大家，台股的基本面非常的好，你绝对要有信心，没错。好，所以我说，当你害怕，当你恐慌后、嗯，就是干嘛？听节目，是的。你有没有发觉哦？节目听得越久，哎、欸，福利越多，赚的越多。哇，一直以来妍希说深耕产业嘛，是啊。产业后，我近期花了很多时间在讲、嗯，我今天就不提了。我重点来了，来，你今天看到大盘，妍希一直跟大家强调后，底部不远了，今天就大涨了。有的就喷出大涨了，超过400点。哇，老师，重点。重点来啦、uh-huh. 要赚什么？对呀，要赚什么、啊、重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是什么你知道吗？解命二要给大家。对，因为当你每次害怕的时候、嗯、我也不跟你讲太多的盘，嗯，对不对？也不跟你讲太多的经济数据，只告诉你重点中的重点，我直接给你股票，没错。为什么呢？你从这一波来看、嗯、你从五月母亲节来看就知道了，好恐怖哦！演戏母亲节后我剩下了什么新胜利啊、好、华福啊、台办德威我不想看了，我看谁1524就好，直接看1524就好了呢。老师、母亲节大礼里面后、当时我也很害怕大盘还在跌、你就跟我说来母亲节大礼拿回去，有没有看到1524到现在乌啦，哇，你的1524好恐怖哦，好好赚啊，从 12.5 飙到 24.95、哎呀，倍数翻涨倍股喽，跨过来，嘿，跨过来，跨过来，好的，有什么要这样说呢？来五月我是不是给你母亲节大礼？梗顶是前面这一波，有的有没有发觉他整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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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，又偷偷来了，哎、欸、有哦，又按捺不住了哦。我觉得啦，嗯嗯嗯，
我觉得好不好？好，我觉得他很有机会一波赚完又一波，一波赚完再一波，这一波再 again 过来一次。我觉得啦，这个都不要讲。哎，对，我觉得，嘿，我认为很有机会。好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我认为很有机会，不要问我。其实我在这个来耿鼎的 K 线，我就是要提醒你，来政策护体。中国的官方政府早就说了，汽车业是龙头产业。是的，到年底以前我一定要拉起来。嗯，啊，不是我说的哦，哎，不是哦，政府说的哦。是的，重复一次，不是我说的，政府说的。我们只是帮大家先把这个话先拿出来一下下。你要知道重点吗？一篇哇，这么多篇的新闻，漏漏等漏漏等，我只跟你讲重点。有没有？好，所以你看到，哎呦，耿鼎老师，你的耿鼎好恐怖，我也不知道他今年能赚多少。我们继续看下去啦，但是我相信有来索取的好朋友，你赚很多呢，赚过来又赚过去，长辈股给大家。好，再看到盘，六月大盘也还在跌，是啊，有看到齁，你看到这种六月迷迷冒冒有没有？有啦，我六月中我就先提醒了你了，不要把元宇宙给我砍在地板，没错，记不记得？有的，宏达电、建达，是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哇，老师。建达今天九点半以前就叮咚了，亮灯涨停板了，有没有开心赚？用力赚啦，尽量赚啦，有的赚得很开心愉快。再来呢，我当时点了元宇宙给你以后，我接棒什么？点石成金，财运亨通，元宇宙听节目通通都有。哎呦，来。元宇宙听节目通通都有，我干脆赶快再把会员的股票给各位好不好？无私来做分享当然好哇、啊、老师你讲这些股票后好我都不看，立端也是赚，广基也是赚，有没有赚？有，好，我都不看，我们看谁？3205百言，哎呀，就看一档股票打趴一堆人了，我们就看一档啊。好啊好啊，有没有看到百言很恐怖？好好赚哦。老师百言后你给我的时候股价才二字头，好便宜，25块钱左右，股价飙到了三字头，喷到了四字头，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，49.15，股价倍数翻涨，倍股哇，眼看啊就要冲出去了、真的又快要 up 一条啊！来哦，会员我教过哦，这叫什么量缩？干嘛？不能讲、哦，不能量缩。大家都跑不掉，有没有？有，我想说量缩。这样听下一句不能讲，不能讲啦，反正前面从头牵到尾，现在都已经九根涨停板了。老师，五月六月大盘下个咪咪冒冒，哇！你给我耿鼎长辈股，乌啦！你给我百言长辈股。开心啊！我就觉得哈，我希望大家后听我的节目愉快。真的，听我的节目又赚得到钱，当然啦，这样不是很开心吗？随便赚都很开心的。再来哦，好了，来，你看到后百元冲出去，是啊，建达一波也65个百分点，通通都是点石成金。哇！结果点石成金呢，妍希认为还不够，还赚不够，还要的，赶快来发财总动员，进来哦。为什么这样讲嘞？来，发财总动员，通通给我拿出来。七月八号看清楚，定那边合理耶，在大跌以前就给你了。哎，有哦，这个礼拜大盘大跌前，我上个礼拜就给各位了。有的，看清楚，是我认为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每当你在害怕的时候，只有我愿意伸出援手。是的，我不是在大涨的时候跟你锦上添花的那种人，我不是，也不会在拉回的时候让你帮你落井下石，没有，我不会伸出双手用爱来关怀大家。我认为这样子对大家才有帮助。当然啦，你看哦，发财总动员拿出来啦。老师，你昨天工业电脑讲过了，好，来5258，我是不是说最强的是这一支红宝5258？有没有？我五月就在预告工业电脑、哦，老朋友彩虹城堡、哦，前面这一波又冲出去，乌啦！哎、欸，怎么整理？今天又不小心跳出去了，真的乌呢？讲到这里就不讲了，来哦。再来，还有哦，工业电脑昨天讲过，不讲了。我们今天来讲什么？哎呦，老师，你里面好恐怖。我们今天来讲哦，金彩科前面也讲过了。我们今天来讲里面有一只300多块的股票，有一只300多块的股票，哦、唯一一只，今天差一点点，叮咚，亮灯涨停板，好恐怖哦，老师。老师，这只股票也是你先前点给他，就是那什么光自备的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光自备，我讲、这个是老朋友啦，资深的粉丝就知道啦。之前我很爱。
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说这一家是台湾的眼科的领导品牌，有的重点对岸扩点扩到下下角、嗯、再来呢我跟你讲他赚钱的面向也很多、哦、你知不知道有时候现在大家三 C 产品、欸、尤其是现在呢线上手机不离手，对啊，线上教学又全部都看手机平板，好动不动就要去雷射啦、啊、要、哦、啊白内障也要雷射啦，要哦，好有没有屈光雷射都要啦，也要哦，我告诉你他专做高阶手术，这些他都有做高阶手术，妈呀，赚翻天了吧？开心啊，用力赚啦！哦，这个光好恐怖、哦，再来哦！我上个礼拜就提醒你了，哦、那个吼、哦，来光学组 是不是要记得？当然，上礼拜节目就讲了哦，镜、嗯、头光，嗯网通光，网通光有3504，叮咚，阳明光，叮咚涨停板，老师好恐怖！你刚起涨的时候、嗯，你就在节目无私分享给大家了，哎、欸。有哦、重点来了、嗯、拉回的来是不是通通都有加码乌啦，今天再叮咚亮的涨停板，哇老师你从底部一路赚上来耶，不也难不赚更难、啊、好恐怖哦，恭喜全国会员以及来索取周报的好朋友们，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越赚越多了，来哦发财总动员拿出来，你会很开心，为什么呢？你会发觉这一段时间、嗯、哇元宇宙赚不够，是的建达嘛对不对，对建达赚不够，哎金彩科赚3535赚来豆、欸、乌啦，然后呢金彩科赚不够，嗯哇昌佑又赚来豆乌啦，哇昌佑赚不够，大学光又赚来豆，是的啊大学光赚不够嘞，阳、啊、明光继续让你赚来的、哦、恭喜全国会员跟粉丝好朋友啦，撸碳撸贼呀啦、哦、我今天提醒一句，好来有人、哦、有粉丝好朋友在 LINE 上面浮出来说、嗯、老师我还没有拿到发财总动员的，那怎么办，老师你之前说限时限量已经索取完毕了，送完了对吧，我还想要，没有关系，因为全市场都知道妍希的股票很有延续性，你光看五月给你的梗顶飙到现在、嗯、是啊，有没 有点石成金里面的股票飙到现在，是的元宇宙有啊，没关系才刚起飙嘛，嗯，来还没索取的好朋友是你的动作就快哦，手脚一定要快哦，还没有拿到的好朋友们，手边没有到好朋友们自己打来问了，老师呢这一路大盘回落了，在今年度4600点的当下，老师一直在这里，一直 always 在这里，就在这个本节目本频道，就在品话旁边，在这里给你方向，给你指引，甚至呢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双手拉你一把，伸出双手扶你一把，还有包括了没有信心没有方向，除了给你信心给你方向之外，连标股的资料周报都无私来做分享，你光看远的不说，说近的哦，这一波段从母亲节有没有让你赚到了情人节，哦，情人节快到了，情人节再继续让你赚到父亲节，中秋节父亲节一路给他赚下去了，当你拿到这份资料的时候，周报的时候，你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做怎么做，想赚更多的，想继续赢在起跑点的，想要赚到发炉的发大财的，务必跟紧脚步咯，一样广告时间留给大家咯。欢迎您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亲爱的朋友再次提醒您哦，发财总动员，手边还没有的好朋友想要继续发财发炉，更让你赚到发疯的好朋友们，请您务必来电把它带回去，来直接电话来做沟通。说到行情盘势呢，老师直接帮你画重点，重点中的重点，盘拉回给你信心，给你方向，该赚的千万不要拉开。对啊，所以呢我们就是爱剧透行情盘是昨天才说差不多咯、啊、今天是不是就大涨了、啊对啊、那重点今天的股票今天飙的涨停板，上礼拜就已经先预告给大家，是不是又再次点石成钻了呢，老师开心了，你也太神了吧怎么那么准呢，就是剧透成这样、欸、不怕大家赚、欸、我知道我本来、嗯、我说过有实力我根本不怕你赚有实力呢我也所有的操作是事先预告、欸、我有事先预告也不怕你来做验证跟转正了，来、哦、我们看一下今年的盘、嗯、我知道、哦、我知道今年是高手盘，是这一开始我就讲了、嗯、我知道今年的盘到现在是闷的闷的啊，我就不要讲什么嘛、嗯、我不要拿一些经济数据是拿一些 K 线理论来告诉你，不用、嗯、我说过了，因为我讲那么多、嗯、我不知道那些有没有帮到你，你不见得会听得下去，我如果讲了一堆波段理论好波那个波段理论好了、哦哦、好不好，然后或讲了一些什么 CPI 的数据、嗯、我不知道这个帮你会帮你吗，
所以呢，我习惯，嗯，我认为哈，我一直做我认为对的事情，就是每当你害怕，我就拉你一把，是怎么帮你来？你看大盘 K 线，你才会有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年大盘一月的时候冲历史新高，18619，一月的时候你已经很害怕了。为什么冲到18000了？到底还能不能买股票？嗯哼，老师还能不能买股票？欸、我一月给你金虎爷，哎呀，双红这一波就超过30%，你就看双红有没有？一、月妍希在做双红，有的。再来到了二月，一样这个位阶哦。哎、呦，台股没有过前高、欸，哎，没有哎、欸，台股没有过前高、欸，哎，老师真的还能买股票吗？老师给你私房在智元这一波就超过60%了，有没有？都是赚，都是赚。再来，我给你完以后，台股回落到三月已经臭打两只脚，已经下干咪咪冒冒。哎呀，又再次吓你了！我告诉你，我就是用今年的盘，嗯，在比对我的操作给各位。你可以看到三月的时候春暖花开，对不对？指数回落，春暖花开，让你浅浅一直来光看到创维一波就60%的涨幅了。新唐、台盛科、光捷、台办两成、三成、四成，甚至超过六成的五摊跌。老师，三月春暖花开，真是看到杏花朵朵开，浅浅一直来。再来，三月底我也说了，再生能源赶快拿。要啦，元金融刚啦，随便赚啦。你都比对，我现在要你看大盘，是因为有大涨吗？对，没有喂、欸，大盘是回落，大盘是水坤兄。我说过，人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之下、都要求生存。当然，挑股票也是这个道理。是的，来到了五月，有没有在这个位阶？我 K 线一放到哪里，就是当天送给你。来，五月今天，来五月五号啊。老师，五月五号你送我母亲节大礼，有的，你全部都忘记，耿鼎都会涨。赶紧看倍数翻的股票，长辈股的股票就在你觉得没有行情、盘不好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很重要。在你没有觉得没有行情，怎么老师你耿鼎可以做大涨一倍，结果到现在已经七月了，还在涨啊，多有延续性呐、啊！而且老师也提醒大家喽，这个有可能哦 ，maybe 哦，会 maybe 哦，上去听。好，到了五月中，我小飙股的行情我也跟你预告了，我都不藏私啦，直接来做分享给大家。全市场只有妍希实在做实在讲，有的。好，到了来。六月，六月份了。你现在在看这个位阶、大盘在六月底，大盘持续是回落的。老师，大盘一直跌，一直跌，你给我点石成金的，有没有搞错啊？点石成钻啦，我火力隆中坦白，还有宏达科哦，没关系啊，你元宇宙都忘记啊，啊，工业电脑都忘记，你就看百元嘛。啊，百元今天还叮咚啊，哎，亮灯涨停板啦。老师，百元九只涨停板了耶，啊、好彪好猛，好好赚呢、哦。到了最近，是我还在帮你。有没 有上个礼拜你把日期看清楚，7月8号就是7月8号，7月8号赶快来发财乌啦，来7月8号叫你赶快来拿，哎，盘、欸、还是回落的哦。对啊，我不是说后股票冲出去然后大盘冲出去我跟你锦上、锦上添花，没有啦，沒有、哦、大盘冲出去你射飞镖都会赚啊，问题是谁可以像我这样大盘在回落还在帮你的、股票在起标前就先给大家了。所以啦，来你忘记嘛，好啊，像那个工业电脑你忘记啊，精彩科忘记，大学光忘记，来阳明光，阳明光有没有五天三只涨停板？重点，上个礼拜老师就在本节目本频道还事先点给大家，怕大家赚太少，甚至把它放在我们的周报里面。恭喜全国会员啊，撸碳撸贼啊啦！好，所以这里提醒大家啦，真的还没有拿到的好朋友，朋友们动作就快点喽！来，里面的股票呢，让您哎随、便设飞镖哈，好的行情一定要赚。您当你觉得没有行情、没有方向，老师在这边哎、用实际的操作告诉您，盘拉回我们一样可以让我们的会员获利 ing， 盘即便是拉回，我们的标股是一档接一档的出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不要再说没行情了，昨天才说盘差不多了，今天盘就立马冲出去了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。挖梯转金条，好刷模挂掉冰柚啊！来这一份的价值千金万金的发财总动员，手边还没的好朋友，请您务必来电带回去喽，直接让你拥有。广喜电留给大家喽。节目中呢，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品话，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赚不完。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天天愉快喽 ！YT 频道的好朋友，明天见喽，拜。
华冠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04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